16分以上，非常好。看一下李小鹏的这套自由操的动作。李小鹏第一圈完成了后直540，直体前翻整体下门了，马上就前直540度。好的，它是一个直体后翻转点900，在前置180，马上在后跳180以后接一个成一个俯撑。后直两周做得很轻巧，翻转啊，翻转的非常轻巧。后直两周是一个0.4的难度价值分。它是一个地上做了俄罗斯大爬，转体1008，然后做了一个宽臂的直臂躯体粪腿半截手倒立。好的，直体前翻转体720度。这个前手翻，大家注意啊，连接空翻的前手翻。